马太福音15章31节，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经文的这些事件显明耶稣是伟大的医生和造物主。稀奇有诧异、惊叹、惊讶的意思。四福音书当中常常用稀奇来形容耶稣，不管是他的说话、行事，或是所行的神迹奇事，都是令人稀奇的。在这里提到，当众人看见耶稣使哑巴说话、残疾的痊愈、瘸子行走、瞎子看见，那个时候他们都稀奇耶稣所做的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众人看到耶稣医治的神迹，除了惊奇以外，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这显明众人是外邦人。但愿主耶稣今天也在我们的社区、国家行神迹奇事，彰显他的大能，好叫那些不信的人都要稀奇，并且因此信主，把荣耀归给神。